嫂三观有多正。你比如岳云鹏，他有膨胀的时候，跟他媳妇说：“你看我现在红的，我都这样，我太了不起了。”媳妇抡圆了给他一大嘴，尿疯了。假的，真事儿。我是什么都没有，我媳妇上班养活我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没有房子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啊，这一辈子怎么了？就你心里有我，我心里有你，比任何的大房子都重要。只结过他老婆一次，他老婆的格局特别大。现在问你媳妇，当初他看上你什么了？他说他觉得我对我父母特别好，孝顺。他觉得我对兄弟姐妹特别好。我这个独立媳妇也有这么十几位了。要说我觉得最可心的啊，就是岳云鹏那媳妇，那孩子懂事啊。岳云鹏早回家啊，你什么上师傅那看看去。我媳妇三观非常正，家有贤妻，丈夫不做横事儿。